OK， 我们今天来玩时空飙速战哦，一样是尬掐，然后我们配到一个英文字的队友，希望他会开车啊，因为我真的不太会开车。开车应该我基本还可以啦，如果是这个模式的话，但我需要一个会杀人的射手，会补血的射手啊。对，他是开车的吗？他好像是开车的哦。睡哦睡哦，好，没问题。这时候还不能开枪，他有在动吗？怎么感觉他是平行下降啊？我突然觉得是不是有点危险啊？他会挂机啊？他没有再往前推呢，他以为这样子落地会比较快吗？有，他动，他动，他动了。我看看，嗯，站在这边有点危险，人家已经下去了，可能要先找个东西吃吧。哇，好像有点危险哦。好像可以，至少他有吃东西。好，看一下敌人在哪里哦。我先看他怎么开好了。不过看他这样开，看完他怎么开之后，不对啊。如果他开得很差的话，射手也不一定会 OK。因为如果你会当射手的话，驾车应该也还行。如果你驾车不行，应该射手应该也有点小困难吧？我猜。后面有一只啊，先不打，太远了，打了浪费子弹。我打必要的可以打的好了。我看能不能带这个 hands 吃鸡哦。好，目前还是没看到人。你想钻小洞啊？这车感觉是蛮难开的哦，它的那个转弯太过灵敏之类的。对了，你掠过很多道具呢。你是在闪道具吗？你在闪道具吗？有，拿到了。对，我需要个黄色的道具啊。需要个，好，感谢。A29油。不见了。对，要去追是不是？先升级。打了一枪而已。哦，对，我要去追。爆了 ！Nice， good job， good job， 很好，这一波不错哦。捡一下，记得捡一下黄色啊，队友。队友，你为什么全部都闪过黄色？你为什么一直闪过黄色？你是 不想给我武器让我挑战是不是？他每一个黄色都闪过呢。你 是对黄色有什么仇恨呢？我要升武器拿子弹啦、先生，捡一下黄色吧。我想开麦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外国人，因为看这名字感觉有点像外国人。就开麦应该他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就算了，就不开了。有人，没炸到。他可能等一下出来了，他没有跟过来，有吗？他到底有没有跟过来？好像没有。又拿到一个红色的，对，要上去。好，他要捡，他怎么一直疯狂捡红色啊？对啊，你捡一下黄色吧，黄色很棒啊，黄色好处多多。你为什么要撞车？然后我现在两个观看，不知道这是不是观众。你又撞车了。你开车有点揪，跟他揪嘴啊。我有点头晕啊。他真的疯狂捡红色呢，红色跟绿色。等一下，你要去圈外干嘛？圈外没有敌人啊，我们不用害怕，我们都这么强了，对不对？你加我无敌啊。啊，吃绿色吃红色不错啊，记得要吃个黄色好不好？我们不是什么挑战赛，不吃黄色打赢敌人。哎呦，这个翻滚。看一下，真的，他全部都掠过黄色。他又要去吃那个红色了吗？好像没有。黄色啦！前面有黄色，我看他会不会又掠过了。他现在看到黄色了，他会不会又掠过？不要告诉我他会掠过啊！没有，好，感谢，冲雨。好，感谢啊！黄色好像升级车子的吗？可是为什么我的子弹武器好像？子弹没有升很多，看一下六发，
哎呦，红色才是子弹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他的那个。好了。哎，为什么还有那个 bug？ 还有人蹲在地上是怎样？装个子弹啊！还有人蹲在地上，哎，傻眼！这是什么 bug？ 好，我们看一下敌人的位置，现在剩七个，哦，有一个人是单人呢，他的队友跳 gank， 所以等于说我们现在是剩五个敌人。好，队友现在正在努力吃鼓包啊，感觉好像这个模式的，应该说这个。大家好像都是习惯打敌人的车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讲，打敌人的人比较痛。你如果看到是蓝色的数字，是打车子，打到车子的伤害；如果你是看到白色的数字，是代表打到敌人的车子的人，车上的人。那如果是红色数字，代表说是打到车上的人的爆头。对，那你看为什么我可以瞬间击杀？刚刚是用榴弹枪，除开榴弹枪，你如果没有榴弹枪，你就要尽可能去瞄准人。然后瞄准人要怎么瞄呢？它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幅度的辅助瞄准，只是很小很少，所以你要很精准的去瞄到人之后，它就会有点粘在人的身体上哦。我要怎么去？右边好像有人，这边。等一下，我再要用榴弹哦，没炸到。击杀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不能直接示范哦，因为太近了。他这个辅助瞄准可能要近一点会比较容易瞄准到，他这个模式的辅助瞄准。有前面有一只，爆又爆一只了。他卡住了。你看有没有没有，这样就辅助瞄准到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没有？赢了赢了，吃鸡了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只要有打到敌人的身体，基本上来讲，你的瞄准你的准心应该就有辅助瞄准粘到敌人，然后接下来你就不要把你的准心移到太大力，攻击键不要移太大力，轻轻的去让它去粘上去敌人的身上，然后呢，你再往上抬就抬枪爆头了。这场九杀输出8400，吃鸡了，哦。开心开心，好的，感谢我们的队友，开车也还开得还不赖，只是黄色吃的有点少啊，中途。